们今天谈厨房的神兵利器，没有这些神兵利器，我们女人在厨房里面做菜是绝对不会利落的。好，玛丽老师她也有一些厨房的神兵利器哈，这个刀子，刚顾老师这边很赞哦。对，你带来的是锅子，我的不会输他。我跟你说，我带来的我厨房有两把 ，OK， 第一个就是我带来的，就是意大利省食，省力省食。锅子，锅子，对，意大利，等我等我，他刚他特别强调，哎，意大利，因为我省食省力锅，意大利他们这个国家，他把做锅子当成是艺术品，哎，精品在来做，对，他把它当成是高级的精品，对，所以你看，即使像这样的一个锅子，他们在设计哦，细节什么都不一样。哦，你看 ，Made in Italy 的，原装的。然后呢，它的对整个，你看它的螺丝也好，卡榫也好，这些设计的细致度，大家就去看那些细致度。而且它线条，你看它符合你的人体工学。嗯，哦，就像哦，你看啦，它的艺术设计一定贴近人性。它的这边是扁的啦，它这边是扁的，上面是有点凸，所以我们在握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痛。对，还有。易华，你看看它这个把的防滑设计是，对，不是一般的电木，欸，这个是细胶的防滑设计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老师，这个很漂亮，它是用六角螺丝锁进去，然后不容易松掉。常常我们家里面的锅子都会松掉，对不对？这个很好用。对，这个里面没有卡榫就已经很厉害了，它外面锁，但是里面是个平的。对，还有最重要的你们忘记了，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可以打开。OK， 很像快锅那样子的。这是不是普通的快锅？这是加了新科技的快锅。因为什么？你做菜的时候它是会弹起来。对，你煮菜的时候你就给它打开，煮完菜以后就把它关起来，慢煮在里面。哦，我懂你是，等于是说它把它锁起来了。它这是气孔啦，气孔锁起来。外面一般比较一般的锅，它就是一个孔在这边。它在这边还做了一个钮。对不对？我们把它打开，它就开始排气。对，如果把它锁起来，它就在里面这样闷烧啦。快锅，难怪是生食的。我跟你说，等一下，我先给你们吃一下。我花了一滴的时间做的菜，好不好？好香哦！花生猪脚，我跟你说，花生炖猪脚。对，它有花生炖猪脚。花生你知道多难炖吗？对，猪脚很难炖，花生也很难炖，花生非常难炖。花生加猪脚，我们以前炖大概都要一两个小时。亲爱的，25分钟搞定，然后家里面干干净净的，很香哎，真的还不错耶，25分钟，那我们真的省很多时间呢。最重要我是靠这个气阀 ，OK， 那气阀就让它打开，让它煮到你听到滴滴滴滴的时候。小火，我跟你说，还不是全部大火，是小火。哦，就是说先大火煮开，对，听到声音了，我们就关小火，滴滴，然后就是总共是25分钟，25分钟以后啊，我跟你说，把它关起来，锁起来，给它焖就好了。好快！它是等一下锁真空一样，等一下你们有没有吃那个花生？有啊有，好软，还有原味，你知道？对，哎，花生好软哦，才25分钟哎，因为这个香港人要炖台湾花生猪脚，我是，这是我第一次炖呢，我跟你说，有点怀疑哦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整只鸡下去煲汤，应该也很 OK 啊。对啊，我跟你说煲汤，待会再教你一个好简单的方法。待会跟你说，很软对不对？很好吃，你看它这个筋度很棒，很棒哦，那还蛮入味的耶。我跟你说，用这种锅为什么？因为从前我都是用气压锅嘛，压力锅嘛。是。然后气压锅，你知道一煮下去的时候呢，你就忘记东西，你就不能打开盖子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的压力。煮完了以后，它里面有压力。然后很多朋友都很怕有压力，因为他会怕那个气泡，啪，气泡这样子。然后这个锅子不一样啊，这个锅子你随时打开都可以啊，随时打开，你加什么东西进去都可以。打开了以后，因为温度冷了，你就把火。转大一点点就好了哦，煮就好了。如果说声音跑出来之后关小火，我还是可以开盖。可以，你随时可以开盖，那还不错啊。因为这个气阀是特别不一样的东西，他们的专利就是非常好。就这个气阀，对，意大利还有不单止，还有要讲到锅子了，它里面是什么啊？这就是它的锅啊，专利了。它其实是5层的 ，OK。这个意大利的省时省力锅，它的锅子里面的材质。
刚我看到它是一个304的不锈钢材质，而且是不粘锅，所以我们这个锅子其实也可以拿来煎鱼啦，是，炒菜啦，我就可以把它当炒菜锅、平底锅、煎鱼锅、万用锅哈。然后呢，锅底是用一个一层钢、一层铝、一层铜、一层铝、一层钢，全部是五层呢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我来给你看一下，主持人，我给你看一下，这里面。这是那个不锈钢，然后中间有一层，这是铝，然后很细细的那个黑黑的那个，这是铜，然后再来这是铝，再来钢，这是钢，五层。然后最重要，它中空的 ，OK，、中空的是要保温的，所以什么？它的传热比较快，蓄热就是保温度也会比较高。对，它锅底采用这样，所以传热跟蓄热快，然后它中空之后让它有效的保温。难怪他说他煮这个猪脚。25分钟之后，它只有在里面焖了一个小时，就软烂了。再来呢，它的锅盖是由水封式密闭皇冠造型，就是刚刚看到这个，对，这个啊，这个是密闭的，这密闭的一个造型，水蒸气就不会流失，它的流失度是少于一般锅具的80%。你看我的肉是滑嫩滑嫩，对，你看这个，它不会塞牙缝，对，然后它不会柴，对，它不会柴，软透，你看这，可是还是很 Q 弹，很 Q 弹哦，但是你看它可以穿透，对，但是它不会煮得很烂，是，但是它会 Q， 最重要它的气阀很重要，你看外形又好。好美啊，亲爱的，它是50年的保固哎，哇，一辈子嘞，50年，省更多钱，对呀。因为这50年你没有再买锅子，没买锅子。等一下，你怎么还会带一个果汁机呀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给你打一个鱼汤。等一下 ，Mary 老师，鱼汤里你的头，你的尾。什么叫全食物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全食物也没有必要把骨头都丢进去。为什么要用果汁机打鱼汤？对啊，这个可以做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意大利的养生锅，然后它什么东西可以做？它养生机器啊，对，我待会给它打开。食物料理机，对，它意大利的这个造型就很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我喜欢白的那个，对，我跟你说，它旁边呢，你看好，它旁边可以做果汁冰沙，没有冰沙。然后可以破壁做粉，我们有那个小鱼干粉，然后也可以做豆浆，也可以做那个素果汁，然后这里可以做酱料，然后我现在就是要用它来做浓汤，然后它上面有时间，它可以做冰淇淋，它是冰淇淋，好多功能，对，而且它不用按，它是用蓝光显示 LED 显示它每一个操作功能的界面，我可以把生的进去，要是你不喜欢，你也可以煎姜的，在煎鱼的时候把葱跟姜丢进去就好了，它连葱也不切，姜也不切，鱼骨头鱼头都在，哎，我们香港女人哪里有这种天文时间跟你玩这个东西，你确定鱼骨头要这样丢下去吗？你待会就看嘛，一镜到底哦，我跟你说啊，他真的是在掐人机我，我要掐人机，发点米酒，这是什么米酒？然后加点热水进去，好啦，从来没有想过要打鱼高汤，真的，好啦，可是我跟你讲，但是这个很营养哎，是，因为有鱼肉，还有鱼的皮，还有鱼的骨头，对，太棒了，好，就我要打进去 ，OK， 这个盖子把它放进去。好了，我再来弄了，我再来弄了，造型很美耶，超美的。我们转去浓汤那个地方哦。好，好，浓汤 ，OK， 浓汤，然后就，哎，它声音很小哎，真的，它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它的马力有多大呀？1500辆，1分钟3万转，3万转，它的声音很小哎，很小，它的马力很大，声音很小哎。因为我们这样讲话都 OK， 过去我们传统哈，每1分钟2万2千转的噪音是要很大声，可是它的声音很小，很小声，很特别，它的工艺设计真的是很厉害，因为它的马达很厉害，马达也超耳大声音，而且一下子你看它好像都没有渣渣的感觉，你看它现在算时间，剩下7分17秒，就让它自己这样转就可以了，对，好棒啊，哎，好了耶！好了，来看看，来看看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倒出来，然后哇，热腾腾的。哎，为什么它一直保持热度？哦，原来它1分钟比刚刚还要热，3万转，3万转。对，我要看有没有鱼骨头。它还在保温中。其次，我打得很快啊，刷牙很稀耶，它都没有渣子哎，真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再说像这样，早就塞到了。对，哎，说实在啊。
我们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应该要来打鱼汤用这个机器。对对对，我连钙质都有了，那就表示什么？老人家牙齿不好，对，然后还有小孩子、小婴儿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全营养，它其实真的是个全营养机，全食物机。你看哦，我刚刚发现哦，它的这个就是杯子杯身、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什么呢？BPA free 就是不含双酚 A， 可以耐热，也不会产生塑化剂。对，国外其实就有这个，没错。国外他们如果说我没有含双酚 A， 我这个耐热，我不会有塑化剂，他就真的会贴一个这个标志。还有一个什么？你看它的刀头哈，刚刚说一分钟是3万转，每一分钟。哎，我发现它有两种，它是一个机器两个杯子，对，两个杯子。然后你现在手拿的这是我现在用这个。这个有双刀的，这个是有专利的七星刀，它是五片加两片七星刀。我知道了原因，说为什么它能够把鱼骨打碎？你看到它那个刀头是立体，它有七个刀头，对，然后它刀头有齿状。另外还有个这个掉了，全部没有了，这个就不是啦，这是平刀，这个平刀，这个是可以打小鱼干呐，打散粉状的，干的东西。譬如说我打个鱼干，打个芝麻粉，咖啡豆粉，杏仁粉。然后没有利的刀子去伤到它，但是叫我们叫平刀，来喝，来，全食物哎，我们来一整条鱼哎 ，OK， 我加了盐巴跟胡椒粉进去了，香对不对？好香哦！你再把那条鱼，刚有加米酒，很香哎！你再把那条鱼煎香它就好了，煎香，好，要放点，没有骨头的刺，对。好舒服哦！哇，没事哎，没事，而且好细致，完全没有，谁在做菜啊？我跟你完全没有任何的骨头，没有任何的骨头。哎，所以我看很棒，你看他都没有骨头残留。没有啊，所以你看吗 ，baby， baby 对不对？老人对，还有生病化疗的病人。我们要改名字，不是省时省力，是省时省力省钱锅。对，对你好厉害，是会养生，省钱跟你一定扯上关系。他为什么要想钱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有啦，他有养生的概念，他是智慧的，是养生的。好。今天这个厨房利器呢，真的我们有刀有锅，还有一个智慧养生锅，还可以吃天然的钙，我觉得真的都是蛮好的一个讯息。好，谢谢郭老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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